14个月的路途当中，能够改变我的其实并不多，因为它是我人生的养分。它改变我的，它只是让我成长。也许你会说，成长就是一种改变。回来之后，你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冲击。以一个很现实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其实都必须去认识一下中国，去了解那块土地。就站在经济面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是离台湾最近的一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。两年前的这段旅程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蛮大的转捩点。那我现在也不断努力的朝着舞台，朝着表演艺术继续努力。那去年呢，我和黄琦也一起参与了上海国际艺术节，那我们有共同的创作，很幸运的我们完成了这一次的演出。回到台湾，我就会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自己身上有关中华文化的部分。那我觉得在我生活里面，我看待我周遭环境，我生活的城市台北，我生活的地方台湾，也有更不一样的眼光，然后让我觉得更珍惜我自己的家乡。有时候他常常会说我是开启工作模式，因为有时候在记录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工作状况。那其实有工作，有旅行，然后也有生活。那因为是生活，然后其实我们在那边也有爱的结晶，我们也打算把它绰号叫小哈尼，就是我们这次旅行去的少数民族，他们是哈尼族人。对，也希望到时候他可以继续陪我们一起创意游中华。参加创意游中华中间还有一个在金山的 workshop 嘛，就是让我们学习如何去拍纪录片，或者是用纪录片的观点去观察，就是看一个城市。这个 workshop 最重要也不是说你拍到了什么样的影像，我觉得是学习到的是说你怎么看一个事情的角度。认同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在出发前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因为我们会把台湾发生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，直到去了那边遭遇到很多事情之后，回到台湾，我们再重新的看这块土地，才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。如果人生中有那么一次是可以不计一切，有人在背后傲圆你，我想那会是让所有人在这个时候学习如何知福惜福的时候。大家现在应该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这个世界，你就会看到很多他们有的，然后我们没有的，很真实的去感受那一段历史，看到很多人在他们不一样的环境中自己在那边生活，在那边看到很多就是发展的机会。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个中国版的昂若，出发前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的改变，改变了我很多旅行的方式跟一些互动的元素。其实台湾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更友善的，会真正的找到自己的认同，更珍惜现在在台湾能够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。